This driver drives a Porsche and leans against the car while waiting for his customer. At this moment, a And they spend a wonderful night together. The next day, the man is still sleeping soundly when the woman wakes him up. 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叫唐潇，唐氏集团副总裁。你个代价，一个月的工资连我的一个包都买不起。你负责？那是我负责。我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开车我付费，这是劳动所得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平台结账，平台结的是一辆车，我给你结的是另一辆。The young man doesn't take her money. Her phone rings. 唐晓，这次你死定了！我会在浩南哥面前把你踩在脚下。陆瑶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为什么？我把你唐晓踩在脚底下，浩南哥怎么能看得到我？唐晓，这次我让你死无葬身。走。知道他们在等谁吗？龙国四大豪门，东海韩家大小姐韩雪韩女王，今天能来接机的都是东海市的顶级名流，随便一个，都是能让东海市抖三抖的大人物。所以你也是来等他的？我哪有这个资格啊？秦浩南，秦家长孙，他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夫。秦家算是韩家的下属，秦浩南跟了韩雪两年，所以他的身份你应该都认得出来。哥哥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长大以后要当你的新娘，一辈子跟你在一起。南小，你竟然还把那个破盖下覆盖，这下好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得罪韩家在先，背叛秦家在。这下看都不劳你费心，还真是你这副恶心的面具，一个多给谁看呀？对了，你们好像是之前忘了带你那个丑哥弟弟，之所以被得罪韩家的，其实也是我怂恿的，要怪就怪他实在太丑。你敢打我！下了。浩南哥，要叫他。还真是小门小户的呀。
唐家就是这么教育你的，大庭广众之下动手打人，还闹到韩小姐面前，你还知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？你不行，我们秦家还嫌丢人呢。浩辰哥，不怪小小，都是我的错。你不用替他解释，这些年我就是太宠着你，连带着你整个唐家都跟着无法无天，肆无忌惮，还敢得罪韩家人，一家子人都是蠢货。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你唐萧跟了我秦浩南，整个唐家都跟着鸡犬升天了吧？那你想我怎么做？立刻给杜瑶道歉，今晚我就带你去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哪怕是下跪磕头，也必须要取得韩家人的原谅。机场播报：未婚夫归国前夜，唐家大小姐豪宅秘密带假司机。我撤，我们真的。昨天晚上我喝多了，所以才找了代驾。他只不过是一个代驾司机而已。今天中午也是他送我来的。那屏幕上的纯粹是无稽之谈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问问他。据知情人士提供，今天早上两人在别墅门口，那叫一个郎情妾意。依惜别，这两人的苟且之事肯定不是第一次。我跟唐总不是上面说的那种关系。你闭嘴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笑笑。你说你平时玩玩也就算了，今天可是浩南哥回来的日子，你就不能再忍一忍吗？还把人带到浩南哥面前来。秦少爷，秦少爷，我求你放过我家小姐吧。我家小姐她也不是故意的，她就是一时糊涂才会犯上这样的大错呀。小姐，你问我是谁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小姐，这件事你真的做错了，我要是早知道你会这样做的话，那我昨天晚上我无论如何会不会离开的呀。唐香，枉我一直把你当做好姐妹，你竟然是一个这么放荡无耻的，这么一个臭烘烘的代驾司机都能爬上你的床，你根本就配不上浩南哥，不过就是个人尽可夫的。够了，唐香，立刻下跪磕头，给我秦家的列祖列宗道歉。凭什么？还真是不道皇和不思亲。行，那你来说。说什么呀？你拼了命的伺候他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说出来，说他是怎么勾引你的，你是怎么把他抱上床脱掉他的衣服，说他是如何放荡，如何恬不知耻的。只要你说出真相，我立马给你明白。啊！你个臭代驾，竟然敢打我！顾家就算再不入流，身家几千万，你一个小小的代驾司机竟敢殴打顾家大小姐，唐潇，你这条狗眼子还真大。没有关系。我王东虽然是一个小人物，但也不是谁都能践踏我的尊严。别说是他了，就算是你，我也照打不误。你敢威胁？想想你的弟弟，你要是再敢拒绝我，我想想什么样。既然唐小姐的嘴这么硬，是不是真的？现场见一见不就知道了？秦浩南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我秦浩南的未婚妻，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，现在想找个女人泄一下火气，我找你没什么问题吧？我想你对我有什么误会吧？你们唐家家教很严，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女人，你做不出这样的事儿。做不出？那视频里的你难道是别人假扮的不成？啊？连一代驾驶都能上，你跟我装什么贞洁烈女？这个垃圾为了你大打出手，不惜得罪顾家，你还跟我说你俩没关系？你当我秦浩南是傻子呀？我是为自己出手，跟唐小姐无关。滚！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废物？唐萧是不是处女？念念不。各位正好也在这给我们唐家大小姐做个见证，看一看咱们唐萧究竟是贞洁烈女还是一个。唐萧，你要是不想让你弟弟死，不想让你唐家灭门，你现在就给我乖乖的到车里去，把衣服给我脱了，好好的伺候我，否则。秦浩南，你别欺人太甚。
来人，把唐潇给我搬到车里去。都给我住手！